们一起默祷。我来怎么读？阿门。阿母，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下午的聚会。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按照聚会。来唱诗七十七首。唱赞美诗第七十七首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求神带领下午的聚会。我们同心祷告，求神带领下午的聚会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
慢慢，啊，哈利路亚，大家平安。哈利路亚，大家平安。啊，愿主在特别赐福的安息圣日，
愿主喺特别赐福嘅安息圣日，来赐福给我们，嚟赐福俾我哋，保守我们身心都可以得到平安，保守我哋嘅身心可以得到平安。下午来谈耶稣的死，就继续嚟讲耶稣嘅死。耶稣是圣经的主角，耶稣系圣经嘅主角，圣经就是在讲主的救恩。圣经喺度讲主嘅救恩。那怎么样来完成这个救恩？点样嚟完成呢个救恩？就是借着他的死，就系要借住佢嘅死，还有他的复活，借住佢嘅复活，来完成这个救恩，嚟完成呢个救恩。所以对于耶稣的死，所以对于耶稣嘅死，耶稣的复活，耶稣嘅复活，这些事情要有信心，呢啲事情要有信心，这个信心要坚定不移，信心系要坚定不移，信仰才会坚固。信仰才会坚固。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。哥林多前书十五章，我们来看第二节。十五章第二节。十五章第二节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，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，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。第三节。第三节，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，第一就是耶稣照圣经所说，为我们的罪死了；第四节，第四而且埋葬了，要又照圣经所说，第三日复活了。这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这样说，保罗同哥林多教会咁样讲到：你们若能够持守我传给你们的，你哋可以如果可以持守我所传俾你哋，就必因这个福音得救。就因呢个福音而得救。保罗所传的，就是主耶稣照圣经所讲，为我们的罪死了。保罗所传嘅就系主耶稣按照圣经所讲，为我哋嘅罪而死，而且埋葬了，而且埋葬，而且又按照圣经所讲，而且又按照圣经所讲，第三天复活了，第三日复活了。这个就是福音的根基。这个就是福音的根基。主耶稣就是借这样完成救恩。主耶稣就是借着这样来完成救恩。当时的哥林多教会，当时的哥林多教会，有些人不相信耶稣复活的事，有些人是不相信主耶稣复活的事，他们主张没有死人复活，他们主张是没有死人复活的。那这样子就推翻了这个福音的根基，这样就推翻了福音的根基，就会影响到得救的问题，就影响到得救的问题。因此保罗才需要再一次讲这些道理，因此保罗先讲到这些道理。有些人虽然信主很久，有些人虽然是信主很久了，可能对这些基本的道理还不是很清楚，但对这些基本的道理并不是很清楚，或是信心不是很坚固，或者他信心不是很坚固，这样子信仰就会缺少力量，这样的信仰就会缺少力量，因为这个是信仰的一个根基，因为这个是信仰的一个根基。那早上我们有谈过主耶稣的死，最终我们有讲过主耶稣的死是神的很早就计划好的，是神很早以前就计划好的，他的决定的旨意，他是有绝对的旨意，而且是创世以前他就预先知道的，而且是创世以前预先知道的，时候到耶稣才显现，时候到了耶稣才会显现，也就是救恩是神决定的事情，也就是说救恩是神所决定的事情，早计划好的事情，一早是计划好的事情，神这样计划必定这样应验，神这样去计划就必定这样去应验，所以借先知预言，所以借着先知的预言，时候到就这样成全了，时候到就这样去成全，主死是为我们的罪，是为了我们的罪，那从主的死让我们可以清楚看得出神的公义，由主的死可以清楚见到神的公义，就是独生爱子代替世人的罪，就是以独生爱子来代替世人的罪，一样不能逃脱罪的刑罚，一样是没办法逃脱罪的刑罚，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神，因为神是绝对公义的神，不只是不能逃脱公义的刑罚，不单止不可以逃脱公义的刑罚，而且给他预备十字架的刑罚，而且为他预备十字架的刑罚，因为没有这样不能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如果不这样做没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耶稣一定要死在十字架上，承受那种非常残忍的死，
承受嗰种非常残忍嘅，才有办法满足神公义的要求，先可以有办法满足神公义嘅要求。因为世人的罪太大，因为世人嘅罪太大，但也显出神对我们世人的爱，都显出神对我哋世人嘅爱。啊，那借着他的死完成救恩，借住佢死嚟完成救恩，败坏掌死权的魔鬼，败坏掌死权嘅魔鬼。我们也因为他的救恩，我哋都因为佢嘅救恩，能够跟他同死。可以与他同死，可以脱离罪，可以脱离罪，可以脱离罪的辖制，都可以脱离罪的辖制，走上这一条平安自由的道路，行上这条平安自由的道路。这些都是跟耶稣的死有密切关系，这些是跟主耶稣的死有密切的关系。下午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谈耶稣的死，按照由第二个角度来讲主耶稣的死。耶稣走这一条路，主耶稣行这条路，对他自己来讲，对他自己来讲又有什么样的好处？有乜嘢好处咧？有什么样的果效？有乜嘢果效咧？他受那么大的苦，佢受咁大嘅苦，那么大的牺牲，咁大牺牲。一方面是为我们世人，一方面系为我哋世人，为我们的罪而死，为我哋嘅罪而死。但另一方面，但另一方面，他这样做，佢咁样做，其实这是一条荣耀的道路，系一条荣耀嘅道路。借着这样。他才有办法承受那个极大的荣耀，他才有办法承受极大的荣耀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我们看二十三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，第二十三节，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这里主耶稣讲他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这个主耶稣讲到他得荣耀的时候已经到了。这里所讲的就是他要为世人而死，这个所讲是他要为世人而死，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面。表面上是羞辱，表面上是羞辱，是一条痛苦的道路，是一条痛苦的道路，但其实是一条得荣耀的道路，但其实是一条得荣耀的道路。二十四节主耶稣这样讲，主耶稣这样讲到，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，我实实在在这样告诉你们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它还是一粒，它依然都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若是死了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，就会结出很多的子粒。借着这种死的这种精神，借着这种死的精神，就像一粒麦子一样，就像一粒麦子一样，如果他不愿意死，如果他不愿意死，他永远是一粒，他永远都是一粒，价值很有限，价值是很有限的。他如果愿意死，他如果愿意死，落在地里死掉，落在地里面死了，结果就长出一个新的生命，结果就会生出一个新的生命，就结出很多的果子出来，就结出很多的果子，这个就能够活出一种丰盛的生命，就可以活出丰盛的生命。所以这种牺牲的爱，所以这种牺牲的爱，表面上是牺牲，表面上是牺牲，但其实这样的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。其实这样的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。我们一个人要活出丰盛的生命，我们一个人如果要活出丰盛的生命，要具备这种牺牲的精神，就需要具备牺牲的精神，就是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，就要愿意牺牲自己的精神，这样子这个生命才会丰盛，这样的生命才会丰盛。一个人只是顾自己，一个人只是顾住自己，这样子活得会生命不丰盛，这样的生命是不会丰盛，就像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，就像个无知的财主一样，只为自己积财，就是为自己积，在神面前不富足，在神的面前不富足，因为他爱心拿不出来，因为爱心拿不到出来，他施舍不出去，他不可以施舍所以在神面前他是贫穷的，所以在神的面前他是贫穷的，那这样子的生命没有意义，所以这样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，没有价值，也都没有价值，所以神轻看他，所以神就轻看他，神甚至跟他讲晚上要你的灵魂，所以神甚至跟他讲夜晚要他的灵魂，你积存这么多做什么呢？ 你积存这么多做什么？这些你要归给谁呢？这些你要归于谁呢？神看不过去也不给他享受，神看不过眼也都不给他享受，连他积那么多不给他享受，连他积存这么多都不给他享受，晚上就要把他取走了，
啊，夜晚就要取去生命。那你这样的人生有什么意义？你咁样人生有咩意义呢？你这样的人生有什么价值？你咁样人生有咩价值？所以人要有这种爱心。所以人需要有呢种爱，就是需要牺牲。爱就系需要牺牲。需要受苦。需要受苦。这样子你的生命才会丰盛。咁样你嘅生命先会丰盛。像哥尼流很有爱心。好似哥尼流好有爱心。他很虔诚。佢好虔诚。敬神爱人。敬神爱人。天使跟他。显现天使同佢显现，你的祷告、你的周祭达到神面前，你嘅祷告同埋周祭达到神嘅面前，已经得到神的纪念，已经得到神嘅纪念，所以神决定要施恩给他，所以神决定要施恩俾佢，啊，神就叫他要去请彼得来讲道给他听，神叫佢去请彼得嚟讲道俾佢听，在讲道的时刻，喺讲道嘅时候，圣灵就降在一切听道人身上，圣灵就降喺一切听道人身上，啊，虽然他是外邦人，虽然佢系外邦人，在当时来讲。没有资格领受救恩，在当时来讲是没有资格领受救恩，啊，但是，啊，神替他开了一切的路，但神为他开了一切的路，啊，帮他解决一切的困难，帮他解决一切的困难，让他能够顺利来信主耶稣，让他可以顺利来信主耶稣，进到耶稣的恩典里面，来进入主耶稣恩典当中。一信主就带那么多亲朋好友来信主，他一信主的时候就带领很多亲朋好友来信主，啊，那这个就是主给他的恩典，所以这个都是主给他恩典，他真的就像一粒麦子掉在地里面，他就好像一粒麦子在地里面，啊，他结出了这么多好的果子出来，就可以结出这么多好的果子，啊，所以，啊，我们的生命要能够丰盛，所以我们的生命可以丰盛，啊，要有这种牺牲舍己的精神，是需要有牺牲和舍己的精神，啊，这样子，啊，能够爱心能够付得出去，这样你的爱心可以付出去，生命才会丰盛，生命才可以丰盛，啊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施比受更有福的道理，这个就是圣经所讲施比受更为有福的道理，啊，你能够把你有的能够去，啊，分享给别人，你将你所有拥有的分享给其他人，去帮助别人，去帮助其他人，啊，这样子愿意自己吃亏，愿意自己去吃亏，愿意自己受苦，愿意自己受苦，啊，为了别人的益处，为了其他人的益处，啊，这种就是牺牲的精神，这个就是牺牲的精神，啊，这样你的 生命就会非常的丰盛，这样你的生命就会非常的丰盛，啊，就像这粒麦子掉在地里死了，就像一粒麦子在地里面死了，就活出这么多的籽粒出来，就是活出这么多的籽粒出来，非常的有价值，是非常的有价值，啊，我们再来看二十五节，再看第二十五节，二十五节，第二十五节，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，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。啊，这里主耶稣要讲爱惜生命就会失丧生命。主耶稣都讲到爱惜生命就会失丧生命。啊，也就是你爱惜自己肉体的生命。即系话你爱惜自己肉体嘅生命。啊，你不肯。没有这种牺牲的精神，你没有这种牺牲的精神，反而会失掉这个属灵的生命，你反而会失去属灵的生命，就是你本来那个真正里头这一条灵魂的生命，就是 你灵魂的生命，啊，这个灵魂才是真正的我，这个灵魂才是真正的我，肉体只是暂时住的一个地方，肉体只是暂时所住的一个地方，啊啊，那我们如果爱惜自己肉体的生命，如果我们爱惜自己肉体的生命，啊，只是为肉体的一切来安排，就是为肉体的一切来安排，啊，不肯让他受苦，也不肯牺牲，不肯让他受苦，不肯被他牺牲，啊，这样，啊，反而会失掉，啊，这个真正的生命，这个反而会失去真正的生命，那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在这个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，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，这样就可以保守生命去到永生，所谓恨恶自己的生命，所谓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啊，不是说恨他就是可以，啊，不是看重有办法舍得下，所谓恨恶就是，这个生命是有办法可以舍弃，为了爱心可以牺牲的，为了爱心是可以牺牲的，啊，这个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，这个就是恨恶自己的生命，啊，这样，啊，就可以保守生命到永生，这样就可以保守生命到永生，啊，可见，啊，一个人要得着永生，可见一个人要得着永生，要有这种舍己的精神，有这种舍己的精神，因为你有这种精神，如果你有这种精神，你才有办法跟主走这一条信仰的路，你才有办法去跟主行这个信仰的道路，就像二十六节所讲的，二十六节所讲的，主耶稣说，啊，有人要服侍我，耶稣说有人
要服侍我，就要跟从我，就应该要跟从我。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，也要在那里。我在边度服侍我的人都要在那里。主耶稣在哪里？主耶稣在边度？主耶稣走的就是这一条十字架的路。主耶稣所行的就是十字架。我们今天想要跟从主，我们今天想要跟从主，就要背十字架，就是背着十字架。就要有这种舍己的精神，需要有舍己的精神。没有舍己的精神，怎么背十字架呢？没舍己精神，怎么背着十字架呢？十字架就是要牺牲啊！十字架就是要要受苦，要受辱啊！就是要受苦受辱。你没有这种舍己的精神，如果你没舍己精神，你怎么有可能背十字架？你边有可能背着十字架？又怎么有可能走这一条信仰的路？怎么可能行这条信仰的道路呢？我们信仰的路就是要跟主走这一条信仰的路。我们信仰的路就是要行同主行这条路。所以主耶稣说啊，有人服侍我。就要跟从我，所以主耶稣说有人要服侍我就要跟从我，要跟从主，主到哪里就要跟到哪里，主去到哪里我们要跟到哪里。那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在世上走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，我知道主耶稣在世上所行的路就是十字架的路，那我们就要跟随他走这一条路，我就要跟从他行这条路。主耶稣说啊，若有人服侍我，主耶稣说如果有人服侍我，我的父必尊重他，我的父必 尊重他、神就会尊重我们，神就会尊重我们，就会宝贵我们，就会珍惜我们，就会把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，将这个宝贵的救恩赐给我们。所以说我们要真正想要得到永生，所以说我们要真正得到永生的话，就要具备这种舍己的精神，就需要具备舍己精神，就是要效法主的榜样，就要效法主的榜样，要走主所走的道路，要行主所行的道路，这样子才能够真正走这一条永生的道路，咁样先可以真正行呢条永生嘅。这个是主已经走过的路，呢个系主所行过嘅，给我们留下这个榜样，俾我哋留低呢个榜样。27节，27节，再看27节，要睇27节，我现在心里忧愁，我说什么才好呢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时候。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。这个时候主耶稣说心里很忧愁，也觉得心里忧愁。圣经有些记载说忧伤得几乎要死，圣经有些记载说忧伤到几乎要死，有些马可福音甚至讲害怕，马可福音甚至讲到他是害怕，因为他知道他要走什么路，因为他知道他要走哪一条路，他知道十字架是怎么样的苦，他知道十字架是怎样的苦，所以他也带着肉体也一样很害怕走这一条路，他带着个体系很害怕要走这条路，他所以心里很忧愁，所以他心里面很忧愁，他说我说什么好呢？他说我应该讲什么好？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父啊，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这个就是人肉体的软弱，这个就是人肉体的软弱，人肉体软弱都不愿意受苦，人肉体软弱时是不愿意受苦，都希望有平安，希望有平安，但是有些路有些苦是必须要受的，但有些苦是必须要承受的，有些路是必须要走的，有些路一定要行的，这个是信仰的要求，这个是信仰的要求，就像天父对耶稣的要求一样，就是天父对主耶稣的要求，所以从肉体的软弱，所以对在肉体上面的软弱，他是盼望离开这个苦悲，他是盼望要离开这个苦悲，因为死不一定要钉十字架，因为死不一定要钉十字架，如果用刀斩头一下子就过去了，如果用刀来斩头一下子就过去，痛苦很快就过去，痛苦很快就过去，十字架不一样的，但十字架不同，那个是非常残忍的一种死，是非常残忍的死法，非常可怕的一种死，是非常可怕的死，所以主耶稣很希望不要这样死，所以主耶稣是希望不要这样死，但是他说这个，所以他说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所以他先说要救我脱离这个时候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但我原是为这个时候来的，他也很清楚，他都很清楚，这个是必须要走的一条路，他必须要走这条路，因为实际上圣经早就写得一清二楚，因为圣经一早写得一清二楚，耶稣要怎么样死，耶稣应该要怎样死，怎么样钉十字架，怎样来钉十字架，写得非常清楚，写得非常清楚，他就是为了这个时候来的，他为了这个时候来的，所以他也很清楚这个是神的旨意，所以他很清楚是神的旨意，必须要走的路，是必须要走的路，那这个就是要有神的帮助，所以这个需要有神的帮助，所以他就向天父祷告，所以他就向天父祷告，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，就是特别为了走十字架这条路来祷告，是特别为了要走十字架这条路而祷告的，那他这种这个走的这条艰难的路，
佢行呢条艰难嘅路。啊，这条是不容易走的路。系唔容易行嘅路。为了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，唔容易行上十字架嘅道路。啊，这个主耶稣的一生，主耶稣一生就受了很多的艰难困苦。系受咗好多嘅艰难。以赛亚书那里所写的，以赛亚书嗰度所写嘅，他多受痛苦，佢多受痛苦，长经忧患。长期忧患，为什么他要受那么多的苦？点解要受咁多苦呢？就是预备将来走十字架的路。就系预备将来要行十字架嘅路。如果没有平常这样的训练，如果冇平时咁样嘅训练，最后这一步他就走不上去。最后呢一步佢系行唔到落去。我们可以来参这里做一个记号啊。我哋喺呢段圣经做一个记号。啊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第五章。睇希伯来书嘅第五章。希伯来书五章，我们看第八节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八节，五章第八节，第五章第八节，他虽然为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。第六、第九节，第九节，他记得已完全，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就了永远得救的根源。啊，这里讲到他虽然是神的儿子，又讲到虽然他是神的儿子，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顺从。但是因为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。主耶稣也不是天生就会顺从，主耶稣不是天生就懂得顺从。其实人都带着肉体天生就有悖逆性，人带着肉体天生就有一些叛逆性。你跟小孩子说这个开水很热哦，你不能摸。你跟小孩子说这杯热水你不可以摸，摸你就会烫到，摸你就会烙亲。他根本不晓得什么叫做热，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热，也不晓得什么叫做烫到，什么不知道什么叫做烙亲。你不跟他讲他不会想要去摸，你不跟他讲他不会想摸。你跟他讲他一天到晚就想要去摸，你跟他讲完之后他一天到晚就想去摸。到底是什么叫做热，那什么叫做热呢？烫又是怎么样烫？烙亲又是怎样烙亲？有一天去摸烫到了，哦，他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烫就是这样。今天他终于烙亲了，他就知道原来烙亲是这样的。人天生是悖逆的，人天生是悖逆的。这个顺从是要从苦难来学的，顺从是要由苦难来学的。主耶稣也不例外，主耶稣也都不例外。他最后为什么有办法顺从到死？他最后怎样有办法顺从到死？而且是十字架上那样的死，而且是十字架上面那种的死。这个就是平常训练的结果，这个是平时训练的结果。所以主耶稣的一生受很多苦，所以主耶稣一生受很多的苦，多经忧患，多经忧患啊。这个啊，受很特，比我们一般人受特别多的苦。他比一般人受更加多的苦，啊，就是为了最后这一步，他有办法顺服下去。为了最后这一步，他有办法可以顺从。今天也是一样，今天都是一样。啊，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也要经历很多艰难困苦。我们要进入神的国，要经历很多的艰难和困苦。目的何在？目的何在呢？也是为最后那一步的顺服，你要顺服得下。是要为了最后那一步的顺服，啊，你要顺服得下。啊，那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子才能够啊，这个完成得救的工作，这样才可以完成得救的工作。那主耶稣就是这样才达到完全，主耶稣是因为这样才达到完全，啊，这样子他才成为我们的救主，这样他才成为我们的救主，啊，就凡顺从他的人，他就成为他得救的根源，不到凡顺从他的人就成为了他们得救的根源，啊，这个就是主耶稣，啊，这个借着苦学习顺从，主耶稣藉着苦来学习顺从，所以其实这条路不是很好走的路。其实这一条路并不是那么好走，啊，那这一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，这条路就是十字架的路。那我们信仰的路其实就是这条路，其实我们信仰的路就是这条路，啊，我们没有错，信主耶稣主会给我们平安，给我们恩典，没错，我们信主耶稣会给我们平安和恩典。但我们也要知道信仰要做什么？但我们都知道信仰要做什么，信仰就是要来顺从神的旨意。信仰就是要来顺从神的旨意，走这一条得救的路。啊，这条得救的路。为了要顺从神的旨意，为了要顺从神的旨意，其实要经历很多苦难，其实要经历很多的苦难，来训练我们，来训练我们，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学到这个顺服的功课，才有办法真正学到顺从。啊，那经历的苦难越多，经历的苦难越多，顺从就学得越好，顺从就会学得越好。这个再大的苦难，我们都有办法顺服。
咁样再大嘅苦难，我哋都有办法去顺从。那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走的十字架的道路。呢个就系主耶稣所行嘅十字架道路。其实也是我们要走的道路。其实都系我哋要行嘅道路。所以啊，这条路不好走。所以呢一条路并唔容易行。这个是受苦的路。有呢条系受苦嘅路。是我们今天也要有的了解。系我哋今日需要去了解。所以啊，我们信主一方面领受主的恩典。所以我哋信主一方面系领受主恩典。一方面也要立志为主受苦。一方面系要立志为主受苦。不要忘记这样的一个目标。唔好忘记我哋呢个目标。这样我们才有办法真正走十字架的路。咁样我哋先有办法去行十字架嘅路。因此信主耶稣之后就要学习忍耐。因为信主之后要学习忍耐。学习顺服。学习顺服。甘愿吃苦。甘愿系。这样的心智是非常重要。咁样嘅心智系重要嘅。有一天啊，也许连命都要可以牺牲。有一日可能连命需要牺牲。可能神也对有些人会要求到这个地步。可能有啲人神对某啲人会要求到呢个地步。就是要为主舍己，为主舍命。要为主舍己，为主舍命。那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得下去。咁样呢个时候我哋可以行到落去。那主耶稣虽然受这么大的苦。主耶稣系既然受咗咁大嘅苦。当然一方面是出于爱我们世人的心。一方面是出于爱我们世人的心，他甘愿牺牲自己，他甘愿牺牲自己。另一方面，另一方面，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他有一个荣耀的盼望，就是他将来可以得到荣耀，就是他将来可以得到荣耀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所以主耶稣说，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。因为你要得荣耀，一定要受苦。因为你要得荣耀，一定要受苦。受苦才有办法得到荣耀。受苦才有办法得到荣耀。我们可以来看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。路加福音二十四章，我们看二十六节。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，看第二十六节。二十六节。第二十六节，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？二十七节。二十七节，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，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，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。这里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又讲到主耶稣复活之后，这个妇女去报告，这个妇女去报告，但十二门徒都不相信，但十二个门徒都不相信，当中有两个离开耶路撒冷，当中有两个离开耶路撒冷，要到另外一个村庄，要去到另一个村庄，沿路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沿路上主耶稣向他们显现，跟他们谈论有关主复活的事，跟他们讨论有关主复活的事，在这个地方这个主耶稣就跟他们讲，在这个地方主耶稣跟他们讲，二十五节说你们这些无知的人你甚至讲到你这些无知的人，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。先知所说的一切话，你们深信得太迟钝了。因为耶稣复活这个是早就记在圣经里面，因为主耶稣的复活一早记载在圣经里面。主耶稣又这样讲，主耶稣都这样讲到，基督这样受害，基督这样去受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岂不是应当的吗？他受这么大的害，这么大的苦，他受这么大的苦，难道不应该得到那个荣耀吗？难道不应该得到这些荣耀吗？受苦必然得荣耀的，受苦是必然得荣耀的。雅各约翰来求主耶稣，一个坐左边，一个坐右边，他门徒雅各约翰来求主耶稣，一个坐在他左边，一个坐在他右边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晓得在求什么。主耶稣说，你们不知道要求什么。我喝的杯你们能喝吗？我所饮的杯你们是否可以喝？我受的洗你们能受吗？我所受的洗你们会不会受得到？如果不能，你怎么想要坐左边，想要坐右边？如果不行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想坐在我左右边呢？主耶稣的洗就是十字架的苦主耶稣的洗就是十字架的苦。这么大的苦，这样的牺牲你做得到吗？这么大的苦，这么大的牺牲，你是否可以做得到？如果你做不到，你为什么求左边右边呢？如果你做不到，为什么你又要求坐他左右边呢？这个就是告诉我们，这就是跟我们讲到，我们想要得到主更大的荣耀，我们想要得到主更大的荣耀，就要甘愿为主受更大的痛苦，就是甘愿为主受更大的痛苦，受苦才有资格得荣耀，受苦才有资格得荣耀。既然基督这样受害，既然基督这样受害，进到他的荣耀里面，进入他的荣耀当中，这个难道不应该吗？咁样
就是说你为什么怀疑耶稣复活的事呢？就是为什么你要怀疑主耶稣复活的事呢？耶稣这样受苦，难道不应该得这个荣耀吗？主耶稣这样来受苦，难道不应该得到这些荣耀吗？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当时这两个门徒所讲的，这个就是主耶稣对当时这两个门徒所讲的。所以没有错，主耶稣受很大的苦，所以没错，主耶稣受很大的苦，但也因为这样他才能得到那个极大的荣耀。但因为这样他才可以得到极大的荣耀。好，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，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看第八节，看第八节，腓立比书二章八节，第二章第八节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全心信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第九节，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。第十节，第十节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这里就讲到主耶稣他顺服到死。你讲到主耶稣系顺服至死，而且是十字架上那样的死，而且系十字架上嗰种嘅死。也就是因为他受这样的苦。就因为他受这种的苦，把自己降到这个最卑微的地步，将自己降到这个卑微的地步，所以啊，神就把他升到最高的地步，所以神就将他升到最高的地步，让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，让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，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，叫一切天上地上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都要承认耶稣是主，都要承认耶稣是主，都要来向他跪拜，都要向他跪拜，这样子让荣耀可以归给神，这样就可以将荣耀归给神。这一条就是得荣耀的道路，这条就是得荣耀的道路，所以主耶稣一开始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所以主耶稣开始讲到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，之后才讲这些牺牲的路，之后才讲到这个牺牲的路，因为你要得荣耀就是要透过这一条路，因为你要想得荣耀就要透过这个路，没有透过这条路怎么得荣耀呢？如果不透过这个路怎么可以得荣耀呢？所以说主耶稣虽然受这样极大的苦，虽然耶稣受极大的苦，但也因为这样他就得到那个最大的荣耀，因为这样他得到最大的荣耀，那这也是他成为他走这一条路的一个力量，这个都成为他走这一条路的力量。爱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力量，爱心是我们信仰的一个力量，我们有时候为了爱甘愿牺牲，有时候我们为了爱而甘愿牺牲，甘愿受苦，甘愿受苦，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儿女，就像父母爱自己的子女，甘愿牺牲，甘愿受苦，是甘愿牺牲，甘愿受苦的，那个是爱的力量，那个是爱的力量。有时候信心也是一种力量，有时候信心是一种的力量，就是盼望将来的荣耀，是盼望将来的荣耀，就像父母也盼望儿女的将来有一个好的将来，就好像父母盼望他的子女有好的将来，这也会成为他的一个力量，这个都可以成为他的一个力量，让他更愿意受苦，让他更加愿意受苦，更甘愿牺牲，更加甘愿去牺牲，就是想到孩子有一个好的未来，就想到他的子女有好的未来，有一个好的盼望，有好的盼望。那我们信仰上也是一样，信仰上都是一样，我们为了爱我们可以受苦，可以牺牲，我们为了爱可以受苦，可以牺牲，但另一方面我们也是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咁另一方面，我哋有一个将来嘅盼望。这也成为我们信仰的力量。呢个都成为我哋信仰嘅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十二章。希伯来书十二章。希伯来书十二章，我们看第二节。十二章第二节。十二章的第二节。十二章第二节。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，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了羞辱，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，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。这里就讲到他因为前面的喜乐，就他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就是因为有将来那个喜乐，就有将来那个喜乐，那个荣耀，
嗰个荣耀。所以保罗说啊，我们这个自战自轻的苦楚。所以保罗话，我哋呢个系自战自轻嘅。要成就那个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系要成就嘅重无比永远嘅荣耀。其实保罗受的苦很难想象。其实保罗所受嘅苦系好难想象。他是天天都有可能被人打死的。佢系每日都有可能被打死。啊，他受的苦很大。他受的苦很大，但是啊，他说这个是自战自轻的苦。但他说这个是自战自轻的苦，就是因为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因为他有将来的盼望，那个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，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让他甘愿忍受现在这个痛苦，让他甘愿忍受现在的痛苦。没有错，保罗有爱心，没错，保罗是有爱心，他为了爱神，为了爱人，他为了爱神，他为了爱人，他可以受苦，可以牺牲，他可以受苦，他可以牺牲，但他也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但他有一个将来的盼望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就像主耶稣一样，因着前面的喜乐，因为前面的喜乐，就轻看羞辱，就轻看羞辱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忍受十字架的苦难。今天我们如果我们信仰没有这个盼望，如果我们今天信仰没有这种盼望，那我们何必受这个苦呢？我们何必受这个苦呢？我们为什么要走这种路呢？为什么我们行这条路？当然也是要有这个盼望，当然要有这个盼望，要不然你走这一条路做什么？如果不是你行这条路做什么？所以这个信仰不能没有这个盼望，所以这个信仰是不可以有这个盼望，这也成为我们信仰一个很重要的动力，这个成为我们信仰很重要的动力，就是将来那个永远的荣耀，就是我们将来永远的荣耀，那个永远的福气，是永远的福气。所以主耶稣他受这些苦，所以主耶稣受这些苦，但是他有盼望的，但他是有盼望的，所以他就轻看这些羞辱，所以他就轻看这种的羞辱，就甘愿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甘愿忍受十字架的苦难，很苦没有错，虽然是很苦，但是总会过去，但是总是会过去的，神也不会让我们承受不起，神不会让我们承受不到，当主耶稣快承受不起的时候，当主耶稣就来承受不到的时候，他就大声地喊，他就大声地喊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的手里，父啊，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中，马上断气，他立刻断气了，天父马上给他取走，天父立刻取走，因为知道说已经到了极限，因为已经知道他到了极限了，不会让他在，不会让他承受不起的，不会让他承受不到的，神也不会让我们承受不起，神不会让我们承受不起，这些苦总会过去的，这些苦总是会过去，再怎么苦也是短暂的，怎样苦都是短暂，人生只是几十年，人生都是几十年，总会过去的，总是会过去，将来那个是永永远远的，将来那个是永永远远的，怎么能够比较呢？怎样可以比较呢？现在的这个苦，现在的这个苦可以成就那个永远的极重无比的荣耀，可以成就将来永远的荣耀，这个不是很有价值吗？这样不是更加有价值？因为这样主耶稣才轻看羞辱，也都因为这样主耶稣就轻看这种的，甘愿忍受十字架的苦，甘愿忍受十字架的苦，就是为了前面的这个喜乐，就是为了摆在前面的这种喜乐。我们再看回来约翰福音的十二章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约翰福音十二章，我们来看三十二节，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三十二节，我就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就是吸引万人来归我。三十三节，三十三节，主耶稣这话原是指着自己将来要将来怎样死说的。主耶稣很清楚自己要怎么样死，主耶稣很清楚知道将来他要怎样去死，就是要被钉十字架，就是要被钉十字架。他说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，如果我 在地上被举起来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，因为这个就是他对我们世人的爱，因为这个是对我们世人的爱，这个爱就会吸引我们，这个爱是会吸引我们，就像今天一样，好似今日一样，这么多人来信耶稣，系咁多人嚟信耶稣，就是因为耶稣的爱吸引着我们，就系因为主耶稣嘅爱吸引住我哋，所以啊，我们愿意来归向他，所以我哋愿意嚟归向，来跟随他，嚟跟随佢，就是晓得他爱我们世人，就系知道佢爱我哋世人，晓得他能够带给我们的恩典，
亦都佢带俾我哋嘅恩典。啊，所以啊，这个爱吸引着我们。所以呢种嘅爱吸引住我哋。而且感动着我们的心。而且都感动我哋嘅心。激励我们的心。激励我哋嘅心。啊，从此我们也知道怎么样要来爱主，怎么样来爱人。所以从此我哋都知道点样嚟爱主，点、啊、就像圣经所讲的。就好似圣经入面所讲嘅。主耶稣为我们舍命。主耶稣为我哋舍命。从这个事，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爱。有呢种事，我哋先知道乜嘢叫爱。这个是主耶稣留下的榜样。你主耶稣系留低呢个榜样。也要叫我们照他的榜样去做。亦都按要我哋按照佢嘅榜样去做。所以爱的目标就是能够牺牲自己。所以我嘅目标就系要牺牲自己。因此圣经也写得很清楚。因此圣经写得好清楚。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。我哋要为弟兄舍命。就是为了爱能够牺牲自己。就为了为咗爱可以牺牲自己。这个就是我们爱的目标。这个、就是我们爱的目标，就是完全的爱的目标就是这样。完全的爱的目标就是这个，是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目标，是我们可以达到的一个目标。那这个爱就是从主耶稣来的，这个爱是由主耶稣而来的，这个爱一直在我们的心中，这个爱一直在我们的心中，来感动我们的心，来感动我们的心，激励我们的心，来激励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爱心啊，成为我们爱心一个泉源啊，源源不断让来帮助我们的爱心啊，让我们的爱心可以源源不断可以帮助啊，让我们的爱心能够一直的增长起来，让我们的爱心可以不断增长啊，有一天呢、啊、也能够像主一样的啊，有一天可以好，有一天可以好像主一样啊。那这个是从主耶稣，这个主耶稣的死，从主耶稣的本身的益处的角度来讲的。所以今天讲主耶稣的死是由主耶稣他本身的益处来的啊。前半段啊，早上我们讲的是从我们人世人的角度来讲的。啊、我哋按朝早讲过是由世人的角度而讲。对我们的益处是什么？是为人的益处是什么？啊，那我们下午所讲的是讲从主本身啊，他对自己的益处又是什么？咁晏昼就讲到由主嘅本身对佢自己益处。其实我们的信仰也就是这样。其实我哋嘅信仰都系咁样。啊，我们的爱心，我们的牺牲。我哋爱心，我哋嘅牺牲。对别人可以能够去带给别人很多的益处。可以带俾其他人好多益处。那其实对自己也是一样。其实对自己都系一样。表面上是牺牲。表面上都系。表面上是受苦。表面上是受苦。其实。这样的生命才是丰盛的生命。但咁样嘅生命先系丰盛嘅生命。这样的生命才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生命。咁样嘅生命先系有意义、有价值嘅。而且这个生命才是真的生命。而且呢种生命先系真正的。因为可以得到永生的。因为可以得到永生嘅。而且这些苦都不是白受的。而且呢个苦并唔系难受嘅。将来必定会得到主的报偿。将来必定得到主嘅报偿。受多大的苦，就会有多大的荣耀。受几大的苦就有几大的荣耀、啊、所以说主耶稣的死，所以说主耶稣的死是极其宝贵，是极其宝贵、啊、给我们留下很好的教训，为我们留下好好的教训，很好的榜样，好好的榜样、啊、我们再来唱诗，再来唱诗192首
要一起祷告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啊，继续为教会圣工的发展来祷告。继续为教会圣工发展祷告。继续为我们香港地区传道人来祷告。继续为香港地区传道人祷告。啊，为我们扩充会堂啊的事祷告。为我们扩充会堂的事情祷告。还有继续为新肺炎祷告。继续为新肺炎的事。现在是有比较稳定。现在是比较稳定。我们求神继续看顾。我们求神继续看顾。那。身体健安，心灵软弱，我们帮助祷告。身体健安同埋心灵软弱，我哋帮助祷告。特别帮助朱寿长弟兄祷告。系帮助朱寿长弟兄祷告。因为需要继续接受化疗。因为佢要继续接受化疗。特别帮助刘秀春姊妹的女儿肖世慧姊妹祷告。嚟帮助罗秀春姊妹嘅女儿肖思慧姊妹祷告。因为她系癌症治疗中。佢都喺癌症嘅治疗当中。求神特别施恩怜悯。求神特别施恩怜悯，赏赐平安，赏赐平安。其他我们没有唱名，但神也知道。其他我哋虽然冇读到名，但神都知道。那林青木弟兄医生讲已经很危急。林音木弟兄医生话佢已经好危急。但是他都没有痛，能够没有痛苦。佢都冇咩痛苦。我们求神继续保守他的信心。我哋求神继续。因为他在这个病痛中能够会感受到主的恩典，因为他在病痛当中可以感受到主的恩典。我们继续求主保守他的信心。我们继续求神保守他的信心。那其他我们都用爱心帮助祷告。其他我们用爱心来帮助祷告。我们彼此互相祷告。我们都彼此互相祷告。要求圣灵要特别按手。求圣灵和特别按手的。我们可以到前面祷告。我们到前面祷告。我们同心祷告。我们同心祷告。奉主耶稣圣名祷告。Bye.
Thank you.
定的我为家，在这定的我为家，三千大风浪宛然的天家，在这定的我为家，在这定的我为家，我们请坐。啊，请坐。啊，我们有一些事情报告。有些事情要宣布。啊，我们3:40有祷告会。3:45祷告会。4:00有初中高级班，还有中间团契。4:00有初中高班和中间团契。那5:30我们有四班。5:30有四班。那今天5:30也有职务会。今日5:30有职务会会议。好，我们以上报告。以上报告。啊，聚会就到这个地方。聚会到此。啊，我们起立，互道平安。起立，互道平安。啊，哈利路亚，平安。